白色的话本来就是微透微透嘛，再来呢它是 MIT 更舒适更夏天的软料饼干格，这边直接落肩，然后这边手袖直接切掉，袖口直接微往斜切，所以呢又做了一个边的延伸，然后料子又非常的软，弹性也够， S 号 M 号然后 XL 号你全部都可以穿。这种饼干格啊，它除了是面料上你这样看它就会跟一般的棉质有点不一样的差异，手袖它是这样斜切下来的，其实呢就是跟一般的背心不一样，因为你看一般背心其实女生就会害怕说我的蝴蝶袖会直接露出来，但是这种这样削下来的话呢，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点这样遮挡起来，其实呢整体的差异度这样子就差非常非常多。这个奶咖色啊，淡淡的有质感的有氛围的，放出来也不会不好看，扎进去又可以直接直角显瘦又收腰，哪一个的饼干格不论你是买到深的浅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白色绝对必要，黑色超级显瘦，但是这两个颜色是妞儿觉得我很推荐你们的颜色，灰色跟咖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咯。